东莞睡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江斌先生一起上台。东莞睡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江斌先生一起上台。上车先，上车。好，揾人帮帮我，我而家因为喺台上面咧有个发神经嘅朋友咧攞把刀，我拮咗一下，咁我而家流紧血，睇下去边间医院，揾人嚟帮帮我先得。